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在以往我们录制节目之前，我和编导之间都会有一些照例一般的对话，比如说现场准备好了吗？灯光准备好了吗？摄像准备好了吗？音响系统都没问题了吗？所有这些都确认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进入我们的录制。但是今天我又多问了一个问题，看过天气预报了吗？编导说看过，晴天。我说这不科学，怎么可能会是晴天呢？我说别着急，再等等。因为在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你很难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广告，那句广告词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要来的这个嘉宾，那就是他不生产水，他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他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有人说他是音乐王子，有人说他是情歌王子，更有人说他是催雨的龙王，他在哪儿雨就下在哪儿，他就是萧敬腾。17年前，他还是一个无处安放青春的叛逆少年，冲突、焦躁、坏孩子成为他青春的主题。20岁之后，他怀揣着最初的音乐梦想走上乐坛，呐喊出心底最简单的渴望：我要唱歌。曾经惜字如金的摇滚王子，正一步步坚定地站在舞台上，用他最直白的武器——歌喉，冲破阻挡，寻找他梦的王国。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萧敬腾。还好了，这个是必要的，这个是必要的。对，好像从来还没有任何一位嘉宾在从我们的通道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如此整齐的，我们的青年代表共同打伞迎接，这基本上相当于21响礼炮。在你来之前，我们确实也统计了一下关于你出行会导致下雨天的一个数据。看大屏幕。2012年7月21日，萧敬腾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北京的朋友，明天7点半，五棵松见哦。今天是2012年7月21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遭遇61年来最强暴雨。老乡，我们快到了，还有8海里。别等了，你自己唱吧，我们刚滑到3棵松。2012年8月8号，萧敬腾上海演唱会正式开票。我的你的笑，我的你的笑。今天是2012年8月8日，上海及其周边地区遭遇50年来最大暴雨，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哎呀，暴雨从4面8方不断砸到我的脸上，没砸到都，我的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又来。观众朋友们，自2012年7月萧敬腾在北京歌唱遭遇大暴雨后，凡他开唱的地方必定阴雨连绵。目前雨神萧敬腾已经转战开讲了录制现场，小撒你要多保重哦。
我本来是觉得啊、大家一直在开玩笑，开玩笑。嗯。然后我也特别询问说，比如说当地的前就是我到的前一天，是不是也下着雨，还是前几天都下着雨？他说没有，你刚到的时候才下雨，甚至我刚下车就开始下。什么叫前一天？你去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29天没有下雨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出去看一下天气。我们把这个舞台留给萧敬腾，有请萧敬腾开讲。啊，今天终于真的到来了。我先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我现在像一只紧张的小狗狗，对，但是我紧张的时候，啊，我有个方法，我会做一件我有把握的事情，我有信心的事情。如果不介意的话，让我在这边唱一小段。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I think it's growing every night and day.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 I believe I can soar. See me run through the open door. I believe I can fly.I can fly. I believe I can fly. 如果你做完一件事情，你有把握的事情，有信心的事情，还是依然的紧张，那怎么办？这时候呢，如果能逃就逃，但是不能逃的话，我们还是要坦然面对。啊，我要面对了。我从小在台北的一个小区叫艋舺万华区长大。我们家总共7口，在小时候的时候要抚养4位孩子，我相信是相当的辛苦跟困难。可是在那时候的我却是一个相当不珍惜而且不自爱的小朋友。我小学3年级开始抽烟，我做尽所有的坏事情，打架、翘课、偷东西、抢东西。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无法想象我有多么的暴力，多么的讨人厌。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算是坏小孩里面长得算不错的。我回想我第一次让我镇定下来好好想着自己的未来，是在一个事件我们大概5-6个人，当时我们殴打了一位同学，就因为我们怀疑他告诉我们的老师说我们在哪里抽烟，就因为我们怀疑他，我们痛殴了他一顿，他当场被我们打昏了。打昏了之后，我们也走了。后来这位同学被送去医院，我们几个同学
也陆续的被学校的老师、教官、生教、警察陆陆续续抓起来。当时医院通知说这位同学脑中有一个有血块，他是昏迷状态，如果这个血块没有扩散，他将会有生命危险。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其他同学怎么想，但是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相当紧张。我在想，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没有要他怎么样，我们只是当时的情绪释放，我没有想过结果会这么严重。我心里在想，我会被关起来吗？我会坐牢吗？我相当的恐惧，相当的害怕。我讲到这边，其实我是想要说，难道我们的青春一定要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才愿意停下来好好的思考自己的未来的下一步吗？不要走到无路可走、无路可退、无路可选的时候，我们才来好好思考，那时候来不及了。我相当的庆幸这位同学没有事情。我家人从希望我功课能够好，到希望我不要再给社会添加任何麻烦，我已经让父母亲绝望到这种地步。其实在这个过程，我学过一次音乐，我学了两个月，也因为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就只能让我学两个月。然后也因为我当时叛逆暴力的一个个性，我也跟我的老师闹翻了，闹得非常不愉快。这是我第一次学习音乐的过程。之后我接触了青少年辅导组，这个单位是一个我生命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单位。我是在撞球间遇到他们的。讲到撞球间，我小学三年级就住在撞球间，然后就跟那些大哥哥、大老板、大就是感觉很凶猛的人在一起，让我自己好像也觉得我自己很凶猛一样。在我还没遇到他们以前，我认为这个世界就蒙甲须这么大而已，我什么都没在怕。直到我遇见了少辅组的同仁，他们不叫你改变任何行为，他们做到了一点，陪伴，陪伴很重要。他们陪我做我依然在进行的所有事情，比如说撞球，比如说抽烟，他不陪我抽烟，他看我抽烟，这有这么好抽吗？这什么味道？他们用陪伴的心情，他给我感觉这是天堂。讲到烟，我已经戒烟七年，我抽烟十一二年，我小学三年级开始抽，我戒烟到现在七年，我也担任戒烟大使，这是我给我自己的功课跟压力。他们从不定时的来关心我们，到我主动去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一个友情。你干什么？
他妹妹也喜欢听。我刚才讲到哪里啊？陪伴，对，陪伴。到最后，他开始询问我喜欢什么，我会什么。后来我想到，我好像会打鼓，我好像会打鼓，而且我很爱打鼓，非常爱打鼓。我刚才提到，我跟我之前的老师爵士鼓老师吵了一架，然后我再也不去那个地方。在少辅组，我放下我的身段，我放下我的脾气，我放下我的暴力，我告诉督导，我告诉督导长，我想回去，我想学音乐，我想打鼓，你可以陪我回去找我的老师吗？我不敢，我当时相当的没有自信。有什么好哭的？但是我就是会这样，很奇怪，我相当的没自信，我非常没自信，我需要我一个信任的人能够陪我回去我想去的地方。于是他陪我回去了。我见到那老师，老师相当意外，他好像觉得我发生了什么事一样，我变了一个人，我变好乖，我变得好谦虚。从此我变成待在音乐教室胜过少辅组更多。这位老师他姓詹，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老师。带我来的督导长，我叫他丁姐，他姓丁，丁小姐。后来他们两位怎么发展我不知道。后来我那个老师真的告诉我，他觉得那个督导长真的不错。他们试图要让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有用的人，是一个能够帮助社会的人。他们一直让我得到肯定跟表现，我得到了自信，我喜欢我当下的生活，我感谢他们给我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的青春还多一点，就是太多了感恩跟感谢。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未来我的梦想，我希望我能够从事教育，因为我就是被教育出来的孩子。我其实不喜欢讲苦，我也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在你还没有成功，在你还在努力的时候，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有多苦。当你成功的时候，苦也不需要你自己来说，他们都知道我有多苦。但有人问我，我有没有遗憾？我当然有遗憾。我觉得我生命中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我在我最叛逆、最叛逆、最坏的时候，我的阿嬷去世，我遗憾的是，她还来不及分享我现在的成就跟喜悦，真的来不及。而在她离开以前，我在她心目中还是那个坏孩子。
这是我的烟。我在他心目中还是一个坏孩子。但是我相信他在天上看得到。对不起。擦完鼻涕再擦眼睛可以吗？所以在这边我的青春还多了一个珍惜。珍惜什么？珍惜跟亲人家人之间的互动跟感情。我几乎没有这一段，我现在在弥补，我现在在弥补。等我一下，我们长大了，我们飞翔了，我们不再像儿时一样跟父母亲塞奶撒娇亲吻。真的要珍惜，真的要珍惜。刚才讲到成就，讲到我的阿嬷，还来不及享受分享到我的成就。我的成就对我来说是什么？成就不代表我能够得到多少。我的成就代表我能够为这个社会继续付出更多，努力更多，回馈更多。最后再送大家一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今天的演讲到这边，感谢各位，谢谢。这个不要我能看一下吗？不要了，那是我的秘密。难道上面写的是你求雨的咒语？我觉得这个开讲了的舞台永远带给我无限的感动和出乎意料。我听到过很多很坦诚的发自肺腑的演讲，但是今天萧敬腾的演讲从一开始就在一拳接一拳的击打着我的心灵。他很坦诚地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包括他说小时候总喜欢打架。对，我打架特别厉害，因为你特别不像那种打架很厉害的。我特别寻找我要挑战的对象。哇，真的，就小的时候打架你也会找身强力壮的打。 我非常的好胜，我希望我可以比任何人强，所以于是我开始训练我的拳速。我想起在周星驰那部电影叫《功夫》里面，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曾经有一句话说得对啊，天下武功无坚不破，唯快不破。训练拳速这就对了。对，萧敬腾很自豪地告诉我们说，但是在坏孩子里面我长得还算不错。我当时心里想，哇，那这个群体看来还是外貌很有品味的。
我以为是靠身强力壮，不是的，靠长相。所以当时我相信，你们那个就在你嘴里说出来的坏孩子的团体，可能也其实也是一个偶像组合。好，接下来呢，你将要面对的是来自现场。有一个观众问，听说你养了三个宠物，一个叫东区，一个叫七个。听说在你的七个宠物中有三个比较有名的。对呀、啊，一个叫东区，一个叫北灰，一个叫马麻。而且据我了解，这三位当中两位是猫咪，对，一个是狗狗。哎，对，就在这，东区、北灰和马麻。就如果他们都掉到水里，你先，你会先救哪一只？我会先救北灰。北灰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跟我最久的，我女儿。对，你把他当女儿看。对，哇，对，那也就东区。东区，再救妈妈。妈妈因为她自己，她有那个游泳教练执照，所以不用担心。大家看妈妈此刻的表情。我再问你，不是了，如果你掉到水里啊，你觉得他们三个谁会先来救你？妈妈，妈妈会先来救你，但是当他掉到水里的时候，你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我没有放弃他、啊，我是先后。对，我是相信他有能力，比其他的还要更有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小动物都是流浪的，对，猫咪和狗狗捡回家，领养跟流浪，对，领养的，包括在刚才演讲到一半，一个小蚊虫飞过来，这要是我，当然，因为萧敬腾在这儿。我们今天通过他的演讲听到了一个年轻人的青春和他在青春里经历的转变。今天坐在前面的八位青年代表也正在经历着他们的青春时代。请八位现在开始提问。余英水，金克，你好。你好，很喜欢你的演讲。刚刚赵雨欣跟我说，是是，说没想到你这么单纯可爱，这让我很难想象你在年轻的时候是那个我妈妈告诉我不要和他交朋友的那样的一个人。你在演讲当中提到，你说那个时候你很恐惧，你在恐惧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一天到晚惹事闹事，打架，偷东西，抢东西，我们找人就算了，我们自己都会互看不顺眼，经常就打得乱七八糟。我当时的恐惧是，我如果一个人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我会害怕后面的脚步声，就算我再强大，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害怕，我害怕后面的脚步声，我害怕后面的摩托车的声音，我害怕金属的声音，我害怕有人来找我。年轻的男孩子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青春的热血的冲动？因为他们太弱小，他们每一个人单个的时候都会害怕。没错，在我小的时候，如果我要干什么所谓坏的事情或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反应我会想到自己的家人。然后在你刚刚讲的过程当中，你提到最多的是少年辅助队，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自己的家人吗？或者说他们在你那个时期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或者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才有这个记忆，就是我很爱我妈，我每天夹着我妈睡觉，我每天抱着我妈亲我妈。很小，你曾经讲过一直萦绕在你心头的一个让你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刻，是你小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妈妈在你背后给你挠背，
抓你的背，抓着抓着抓着，超舒服的，你就睡着了。对，哦，抓背，我曾经一直在想，我想开一间抓背的店，这是真的，我真的在想，因为我太喜欢这个感觉了。学费贵不贵？我都想过了，我都想过了。嗯，一个因为抓背不可能抓像按摩按那么久，嗯，会痛的。抓背大概10分钟、15分钟一个疗程，按疗程收费。我真的想过，因为我太怀念这个感觉，我真的怀念。我觉得可能真的人生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一旦错过了，回过头想让他再去重新进入一个大家都双方都期待的那种温馨的暖暖的感觉就很难。就像我每次回家之前，我都想着我今天要跟我爸好好说说话，都想好了，一推开门进到家里，爸，好，然后坐那儿，他看电视，我看电视，看一会儿，我还要开个会，我先走了啊。然后你知道，在那一瞬间，回过头带上门，按电梯等电梯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就眼泪突然涌上来，就对，为什么我怎么了？就做不到了，做不到了。但是我还是在做这些事，还要努力，还要努力。只要有，我希望我可以做。你只要有机会、有时间，就要去努力。对。小夏哥好，王潇你好。就刚才在演讲当中，虽然你提的不多，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您是参加选秀节目出身。那现在您自己也在当选秀节目的导师。我有一个就是有看过一个数据统计啊，说在过去10年里面，我国的各个电视台自己创办的选秀节目有几百档，那么至少吸引了有上百万人的参与。那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就在参加选秀；我们上大学了，他们还在选秀。我们已经毕业工作了，他们仍然在参加选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选秀给大家展示了一种一夜成名的惊喜。那么对于很多想成为明星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认为选秀节目就是一辆通往富裕、通往名气的直达电梯。那么您觉得选秀真的是成功的捷径吗？有音乐梦想的孩子千百万，能成为像您一样的人有几个呢？我先回答你这一个问题。我只有一个，对，然后，你说选秀是不是个捷径呢？当然是个捷径，是一个最快的捷径，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投入。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们毫无方向或目标，他们带着相当大的动力跟信心来去寻求自己的梦想。我一直觉得青春追求梦想就好像一个篮球员，今天这一场篮球赛就是我的机会，机会来了，我如果永远不出手，我永远没有命中率。但是我出手，我投三球，我进一球，我就有一点点的百分比几率。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尝试，一直在投篮，一直在投射。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下一个，大哥。老肖，一鸣，你好，你好。高嘉涵说，那个他在上学的时候在选秀，他毕业了还在选秀的人，说的是我。因为我光是快男，就算今年我是已经是参加第二届了。其实，我觉得选秀这条路不应该是电梯，我觉得应该是一座高山。好多人同时爬，就是因为山太高。其实，我这两次选秀。我没有想表达其他的，因为我和我的偶像一样，我的家人不看好我，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坏孩子，但我自认为我也长得不错。恭喜你。然后第一次在2010年我走出去以后，
我没拿到什么太好的成绩，但是我自己很满足，因为我家人认可了。经过三年，我又想去得到别人的认可，因为我根本没走到最后听到老师对我的评价，所以今天我有个奢求，我希望老乡能给我一个评价。我准备了一首我自己的歌。好，可以没问题。然后评委老师请上座。我坐在你的意思要让肖继承坐在这？对，当然了，评委老师当然坐在这儿了。加油 ！Go！ 有请肖继承评委。共同来听一下我们接下来这位选手魏一鸣带给大家的演唱。只能够回忆烟火花落的那地，时间流逝无痕迹，那泛起的回忆愿望是和你。就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我的偶像面前唱我自己写的歌。哇，谢谢。其实你写的歌真的不错，我一直很珍惜能够创造出希望跟生命的人，这个人是珍贵的。像他能够写音乐，音乐能够带给多少人们心理上面的安慰。你拥有这样子的能力，你要继续。谢谢。我不知道参加完这一次快乐男生之后，你达到了你内心对自己期待的那个高度了吗？我在半山腰上又死了。在半山腰上再一次遭遇到了你不想看到的结果。 对，那未来你会怎么样？还会未来依然会坚持再爬吗？这座山继续爬，下次带点装备，多带点水，慢慢爬。看一看你的两个青年代表的兄弟们。对，但是我想说的是，观众在看选秀的时候更多是在享受音乐。对，我其实不管谁得冠军又能怎样呢？如果他不快乐的话，冠军又如何？对不对？说得好，谢谢谢谢。来，请回到评委席。棒，加油，继续大老师好，老肖你好。你好。那喜欢您的人都说了，萧敬腾是四好先生，哪四好？好的音乐，好的销量，好的人气，好的口碑。现在销量已经不太好了。但起码曾经应该是说谁都不太好。但其实我今天是来挑您的刺儿的，我来说说您的不好。请说。内地的观众熟悉你，一是因为春晚，二是因为雨神萧敬腾。对。我做了个小的调查。从这上面看啊，在网络上搜索雨神萧敬腾居然有83,300多条资讯，而搜索王菲萧敬腾居然只有15,000条。所以说刚刚你也提到了你在音乐上非常非常的自信。对。那么对于你一个专业的歌手，别人熟知你却是因为雨神萧敬腾，那你会不会感到一丝无奈，甚至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呢？讽刺倒不会了，但是总比他不关注我好吧。那么我特别赞赏萧敬腾的这种态度，就是15,000条总比1,500条好吧。对，但其实我一直心里在想，这个世界这么大，肯定有人不认识我。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些妈妈爸爸爷爷奶奶，他们会认识我吗？那我不能因为这些因素来去影响我心里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你们必须要拿捏好的。我每一次的亮相就是要让大家重新认识我一次。
其实今天在开讲的舞台上，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萧敬腾。可能以后我听你的歌，我更多的会想到的是你一些故事，是你的青春，是你用那些血泪和亲身经历换来的那种正能量。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的这些血泪的故事，但我喜欢他的问题，我必须直白地告诉你，我喜欢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舞台上，在自己的喜欢我们的人群中，去用我们的作品慢慢地打动你，慢慢地去扩散自己的影响。没错，去让自己的音乐慢慢慢慢走得更远。是的，我觉得这种心态才能在这个时代存活下来。如果你真的想说，我从今天起，我萧敬腾就一定要让明天早晨你再打开网络的时候，我的搜索率就要达到800万、900万。那我现在应该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突然想起，宫崎骏在他的动画片里曾经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一个人只有当他的心灵特别强大的时候，他才会道歉，而只有比这个心灵更加强大的时候，他才能选择原谅。当你说到你的奶奶，在天上，他一定能看到今天这么一个积极的向上的萧敬腾。我相信那一刹那间，我们都应该原谅自己的过去，原谅自己残酷的青春。是。怎么开始？怎么结束？感谢收看，开讲了，再见。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给平凡生活个借口，只要给我机会去梦。每片风雨太逼真了，拜拜。